哇，飞进去了。哪里的烤鸭啦？礁溪樱桃鸭。你要去礁溪樱桃鸭？而且每一次房间都有厕所。他蛮会写。五房五卫啊，卫浴啊。不是五个警卫。每一个房间都要一个警卫，对，你要付超多警那个管理费，睡觉还要警卫站在那边看着，对啊，很帅啊，两亿，不可能，这里卖怎么可能卖两亿？因为有五个警卫啊，两亿，两亿我就买台北了，鸭的梦想飞行馆。你拍照的声音也太唧唧了吧？你怎么不把它关掉？你这才知道有拍啊！哇，好赞的声音，好美妙！下，下一站哪里呢？停车场。到了，到了，下车吧。下一站停车场。想吃虾米？不像吃一碗羊肉。吃一碗羊肉。他们找。那我们现在还要吃什么？臭豆腐。你总不要带我老公去吃边吧？臭豆腐。吃饱饱，你去泡水煮蛋好了。那要先买一盒蛋呢，说得好。可是大家都拿来泡脚啊，那个蛋壳啊，就蛋怕怕、欸。你又没有要舔蛋壳，你就剥开就可以吃啦。用泡脚水泡蛋。